为庆祝中葡论坛澳门成立20周年，十月将举办第15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、首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博览会、高级别研讨会等一系列庆祝活动。利用好葡语国家的元素，支持打造澳葡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，助力澳葡1+4经济适度的发展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，为促进中葡与葡语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做出新的贡献。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亮点之一，中葡论坛高级别研讨会将以新时代、新起点为主题，就澳门优势、科技创新、助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发展等进行交流讨论。10月19日，第15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亦将连续5日在旅游塔举办，带来有异域风情的歌舞、美食、手工艺、工作坊及造型艺术作品展等，令市民及旅客体验不一样的中葡文化魅力。